最近啊，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很迷呀，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整天在想些啥。你说你刷到我的视频，咱就是有缘分，你可以来提建议，也可以来沟通交流。但是你这一张嘴吧，就像那腌酸菜缸似的，我咋就不明白了呢？就我放了一勺韩式辣酱，也在这跟我杠，说我被韩流同化了，说我可耻，我是真的无语了。你说你不会说话吧，就回炉重造一下。这是一个公共平台，不是你自己的家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对我不好，也别想着我还能好好跟你说话，哼。